经翻开会计本子第200页，旧版在190页。那么属于倒数第五行，在前面呢说到第46条，说法不如法界。那么经文当中呢，它基本上分成两段，最初标人，第二叙事。在叙事当中呢，它也分成了3段。那么最初总名普说，第二别为示众，第三即非结果。那么最初的龙种说明了普遍，为这个俗人白衣来说法。接着呢，第二段，那么法师比丘不得地利为世众说法。若说法时，法师高坐，香花供养，世众听者下咒，如孝顺父母，敬顺师教，如是火婆罗门。这是属于第二段呢，特别为在家出家这世众呢来说法。那么法师比丘不得地利为世众说法，也就是说呢，不可以说呢站着地利啊，就站着为世众来说法。那这种情形或者临时的开示讲几句啊，那这个呢就比较不妨要正式的那个说法。应该是要坐下来。那说法时，法师高坐，香花供养。假使呢是正式说法的时候呢，应该是法师呢要处在高坐而坐。那么法座前呢，用香或者花来供养那么以此来展现呢，我们呢。情法的至诚心，那么世众听者下咒，那么其他的世众呢听法者，那个别呢，一，分这个类品类，就出家在家那么或者呢，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听法的时候呢，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那么在家居士，又不是又何以这样，次第啊，在下而坐。那么如此的说法，听法者，那么就如同呢孝顺父母一样，也如同呢恭敬。诚是法师的教诲，那也意思呢，也就是说，听法者在恭敬呢师长，就如同孝顺父母不可能稍息有怠慢的缘故。那么如此呢，这个说法者、听法者，那么两方面呢，都得这个利益啊。这当中呢，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底下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是火婆罗门，像呢是火的婆罗门。那么这是火的婆罗门呢，是天竺呢邪见的外道。过去呢，在这世界啊接触的时候，刀立天子，他想要观察阎浮提。当中的园林流泉等等的，从刀立天下来，看了之后呢，又回到天上去了。有天人呢，身上呢有光明，这个身光呢，身体的光明如同火一样。而呢，在森林当中呢，修行的这个外道啊，遥远的看到了，他就希望认为。我这世人呢，供养火的缘故啊，可以升到天上去了。因此呢，
他呢就在每天呢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哦，就赶快哦烧大火去，那向火来跪拜，那竭尽了自己的恭敬心呢而来顶礼啊，奉祀啊这个火。所以啊，这里讲如是火的波罗门就拜火教的，啊，拜火教。莲池大师的话引就说呢，是火者，波罗门是火自净尽礼，故戒为欲啊，欲其以是邪好之心，是正教也。那么是火波罗门的情形。也就是说呢，婆罗门他们呢称是这个火，是呢自净尽礼，也就是呢极致的恭敬而尽啊，非常的穷尽的礼拜而不使啊这个火断灭啊。所以啊，假借这个来作为比喻，想要呢假借以这个侍奉邪法的心而来侍奉正法之教。敬顺正法，就如同这个婆罗门敬是火这种自诚的情形。僧尼纵令有道可遵，终难以道会法，高坐下坐之志，无疑僧尼故而舍智不行也。说呢，听法的比丘尼。纵然呢，时令有道可尊，有道德可令人尊敬啊，但终究呢，不能以道德而呢废弃了这个佛的法治。说法者高坐，而听法者在下坐，这一种的智法啊，无疑就不要因为僧尼啊或者有道的缘故啊而舍之不行的。我们平常讲啊，无爱无知，无更爱真理，啊，我们对世人要恭敬啊，但是我们对真理和所的教制的，我们更应当要遵循的。接着呢，底下呢，其说法者若不如法受，犯轻过罪。这是呢第三段呢，即非即过。那其说法的法师呢？假使不如法，不如法，也就呢不按照呢说法的仪式呢而来先说法要的话，要犯轻过罪。二处的何处说呢？不如法说，什么意思呢？为不顺说法仪式，非为颠倒谬说也。这个不如法说。也就是说呢，不随顺你这个说法的仪式，也就乖违说法的仪式那么会为颠倒谬说，不是说他说法颠倒说错谬而说，不是，是针对啊说法的仪式啊不符合佛的制法。接着呢，节节中清，持戒被三言成罪：一、不如法，也就不合乎于说法的仪式，叫不如法；第二呢，不如法想，不如法想，就是说呢，自己明知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不符合于说法的仪式；第三，正说法。正说法就分成两个呢，若为名利，假使为了名闻利养，这样呢去做是染污犯，要对所忏的。若妄物，一时之间呢施造啊妄物，会染污犯，要责心的。此且即作言，若准利从，则如下所念啊，皆不得为所。这经文当中呢，姑且就着坐的位移来讲的，说法者要高坐，听法者要下坐，就坐的位移来讲，加上根据啊声闻律当中讲到，
则如同底下所列出的这一些情况，都不可以呀、为他来说法。那么文里面讲，人卧几重，听法者躺着，说法者坐着，这不可以说的。除了病，病的因缘啊，譬如说他住院呢、请师父去啊，跟他开示，你不能说来，你站起来坐起来，他或者这样就往生了，所以啊，病人他是开许在律上啊出病，再来人坐几立一样的，人家坐着你站着，这个不可以，除了对方有病啊。人在坐，己在非坐。人在正式的座位，而自己说法者，在啊不是正式的座位，这不合乎说法的威仪的。人在坐，人在高坐，己在下坐，这个也不可以说。人在前行，己在后行。这个听法者在前面走，你在后面呢跟着他说话，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可以说的。再来呢，人在高经行处，己在下经行处，人在高的经行处，而自己处在下经行处，也不可为高经行处的人来说话。人在道，己在非道，人在正式的道路，而己在非道，就是呢岔路上站着跟在正道的人来说法，这也不可以。一缠头者啊，护头者，裹头者，用衣服缠裹的这个头部啊，或者盖护的头部，而包裹的头部，除了他头出了毛病了受伤的情况，其他不行。再来呢，叉腰者，他叉着腰，你也不可以为他说呢。着革洗者，着革洗，革洗就是皮鞋啦。印度以打赤脚为恭敬，所以穿鞋子啊，听话是不恭敬的。那依我们这个地方的习俗，我们打赤脚反而不恭敬啊，要穿鞋子。所以啊，这个是风俗习惯。着木屐的人，这个就比较不好了。有的穿木屐啊，到这个道场去，叽叽嘎嘎，叽叽嘎嘎的，这个很吵的，这个是不好。再来骑乘者，人呢骑乘，譬如说骑在马上呢，你人站在底下为他说，这个不可以。那持杖者，人家拿着杖，拿着拐杖啊，就有慢心呐。这个也不可以畏缩，或者持剑者、持矛者、持刀者，这三种呢，都是使古代战争所用的武器，拿着武器这个不可以为他说。持盖就是伞，拿着伞也不可以为他说话。那么看医的情形，除为病人说话，一切不患。除为病人说话，就是说呢，特殊的状况，对方有病了，所以没办法符合佛的教制，这种情形为他说是不患的。善事开者，身其利言，若比丘为塔寺僧事，义王及地主时，彼言比丘为我说法，不得欲令其恐生疑故。若宾有利人者，即奏议为利人说，王虽听，比丘无罪。又比丘幻眼，前人呢捉杖牵前，未说无罪。又比丘在部位显道时，还为人言。那么尊者为我说法，虽持刀杖，未说无罪。在僧伽律当中呢讲到，说呢，假使比丘呢为了佛塔的事，或者僧团里面的事，到了国王的地方或者地主的地方去，这个时候呢，国王或者地主呢，他坐着，他就说呢，比丘呢，师父你为我说话，这个时候呢，不得欲令己，不可以说，你要站起来
怎么可以坐着？哦，这个意就在告诉他，哦，不可以啊，告诉他，哎，你起来，恐生疑惑，恐怕对方啊怀疑啊升起啊怀疑的心。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底下讲，若边有利人者，哦，要是旁边有站的人，你就注意啊，为站的这个人说话，哦，这样注意。为站着人说话，那么国王呢或者地主在旁边听啊，虽然听比丘没有罪的，哦，又者比丘呢患眼，就是眼睛有毛病啊，哦，眼睛啊有病，前人呢就坐着站，哦，牵引在前，这个立上呢就是呢毗陵切婆娑尊者，哦，他老人家呢就经常有这个眼睛的疾病的，这是讲他的情形啊，哦，那么坐着杖啊，牵在前面走，那为前面这个人说话，没有罪，没有罪。哦，那要是说呢，譬如说你搭计程车，你坐在后面呢，哎，那个计程车司机啊，感觉这出家人不错，哦，他说，师父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能说来计程车停下来换我开，啊，你坐后面，啊，这个不对哈。哦，这种情形呢，啊，是可以啊，方便畏缩，哦，方便畏缩可以。那么又比丘在部位显道时，哦，在部位显道的整个时候呢，由皇位人，哦，这一些啊，阿兵哥啊，哦，他就说呢，尊者，为我说话。这个时候呢，虽然他呢持着刀啊、杖啊或者枪啊，哦，你为他说话没有罪的，这有开眼，哦，特别的因缘有开许。接着呢，一手果报，不如法则令彼此皆遭慢法之罪，如法则令彼此皆有净法之意。所以呢，不如法说法，则令啊，使令彼此啊，都遭到啊，慢法的罪过。这当中都有慢法的罪哦。哦，你就佛法是非常尊贵的哦，你随意的先说啊，不符合威仪，这个有罪的。再来如法，能够如法先说呢，则使令彼此之间呢，啊，说法者、听法者。都得到啊恭敬佛法的利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请诸位呢，看着这个补充讲表，这补充资料啊，后面的补充资料，好，最后一页呢，17页，啊，17页这个地方附表56-1，啊，56-1。净法之一，这华严诸林当中呢引用杂宝藏经的，那么杂宝藏经当中说呢，若人求道啊，要在精诚相感啊，能获道果。假使呢，我们的修行的人，我们要追求圣道，要紧的在于能够专精至诚。那么根法呢，他就能够呢相感呢，啊，也就能够获得道果。这个精诚呢很要紧哦，啊，精诚。如同呢往昔过去的时候，有一位女人叫耶婆夷，啊，聪明智慧，身心三宝啊，常以身饰，请二比丘呢就舍供养。这位优婆夷啊，有聪明智慧，他深深的相信三宝，那么经常呢在僧团当中呢，按照了僧的戒腊次第啊，请两位比丘，哦，今天呢上座跟第二上座，下一次就第三上座跟第四上座，这样，哦，按这个戒腊次第，每一次请两位就舍供养到他，房总就是呢家里面去这个供养，供养完了，然后就要请法
好，请师父开示啊。时有一老比丘呢，赤道其舌，年起根钝呢，数五之小。当时啊，刚好轮到有一位老比丘，按照呢生次啊，轮到他到了这个优婆夷家去啊，接受供养。这位老比丘呢，年起就年纪很大，但是根性啊很钝，对于佛法呢，平常呢也一点啊、哦、也无所了知的。十比女人呢，斋食已弃，求老比丘呢为我说法，独呼一咒，闭目静默。当时呢，这个优婆夷啊，斋食已弃，就是呢供养完了，哦，就祈求啊老比丘师父啊，你慈悲啊，为我来说法。他就独呼一咒，在旁边啊、哦、拿着、啊、小椅子，在旁边坐啊，闭目，静默等待啊老比丘为他开示。使老比丘呢自知疑案呢，不知说法，弃其睡眠呢，弃走凡事。然此女人呢，自心思维有为之法，无常苦空，不得自在，身心观察，即何出国？这当时呢，老比丘呢自己了知呢，对于佛法当中呢是呢疑持暗昧啊，好、哦，不晓得是怎么说法的，他呢就慢慢等哈、哦，弃其睡眠，等着他，这个优婆夷不注意啊，哦，可能他看呢、啊。像在睡觉，其实他在思维法意啊，他就赶快逃跑了，溜回去生起来了。然而呢，这个女人优婆夷啊，她闭目呢，她是自心在思维哦，一切有为之法，有为就透过造作的，叫有为，有为法就有生住昧啊，所以说呢，它是无常啊，是苦，是空的。那不得自在，这当中呢没有主宰性的，不能自在，这没有主宰性啊，无我的情形。如是呢，身心的观察苦空无常无我，就断了见惑了啊，获得了出国，即得国矣。求老比丘呢，亦报其恩；持老比丘呢，生己无知啊，弃他走避，背更惨死。护气啊，长臂啊。那么这个优婆夷啊，既然呢获得出国之后呢，非常的欢喜啊，他就想，就由于老师傅的加倍啊，好、哦，使我得到这样的利益，他就呢到了生前南去啊，求老比丘找这老师傅啊，想要报他的恩。这老比丘呢，省量呢自己是无知的啊。哦，抛弃他呢，赶快啊走避啊，也不敢相见。他更加的惭愧啊羞耻，又弃他呢长臂啊起来。而这个女人呢，优婆夷苦求不已啊，方知出现。这时候老比丘啊观察这种情形呢，不得已啊就出来了。这个女人疑时啊即论上来啊，蒙得道果，故即供养，用报大恩。所以呢，这个优婆夷啊、哦、在那个时候呢，就记住呢说明啊上来，就是前面的这种情形、哦、蒙受呢师父你的加倍啊，能够证得的这个道果，所以啊基持这个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而来供养，用来报答师父你的大恩。当时这老比丘啊，因为非常的惭愧的缘故呢，深自苛责啊，这么样呢，惭愧心呢一逼啊，因缘会议啊，因缘会议，这个缘起法是如此啊，他也获得出国了，好、哦，也断了见惑了。所以呢，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因此之故呢，我们修行的人应当要自心，要专一其心的来追求佛法。假使能够自心求法的话呢，所求的必然能够获得。我们讲呢，佛法
讲感应道教，感应道教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呢、啊。我们讲众生有感啊，诸佛就应；没有感，应啊是不能现出来的。所以啊，这个法的出现呢、啊，四个缘，所谓的清音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哦、第一个清音缘是最要紧的、啊，没有清音缘，这清音缘不对了，那其他的缘都不能够凑合起来的。哦、所以清音缘发心，发心是很要紧的。好，接着呢，我们再看着这个信则二页234页旧版，在223、46说法不如法界，这一条界属于遮业。七宗弟子当中呢，同佑就是呢共同制定的，以沙弥等一喜登高处故，以白衣说一句一句啊，一句一句意啊，意应如法故。因为沙弥等也允许啊登高座而说法，又因为呢白衣为他人来解释，先说呢一句，还有一句的佛法，他的要义啊也应该要如法，要如法的。那也就是说呢，虽然在家居士在一起啊，但是呢，哎，他将他的经验来说的时候，也应该对大家恭敬啊，好的位置上位啊，要让给他坐的啊，要如法。又善生经引，又不是这经当中说呢，生若不听说法赞叹，则自作者是又不是得十一罪，义子兼子。在家菩萨戒里面有制定，所以呢，生我们出家众啊，假使不听许则在家居士说法，而之间可能邪谬，而可能他发心不对啊，则支持他不听许他说法，赞叹，那这一种情形，则自作者，则就是呢自己啊随意啊就错了，这个又不是要得失一罪，要换戒的，要换戒的。那么也是呢，这一条戒的兼制，在在家菩萨，我们说的换网经的在家菩萨呢，这种情形也是一样呢。又不是戒，你也要所持的，哦，它是兼制的，它兼制。再来呢，大小乘啊，都是啊，有智法。说法都要如法啊，唯一要对的。接着呢，再看着观心理解246页，旧本234啊，第46说法不如法界，作法空作，乃名如法啊，法空作，《法华经》里面所讲的。这在末法的时候呢，弘经三轨入如来世，出忍入一作法空作啊，这作法空作乃名如法。也就是说呢，智者大师呢有一个呢说法的仪式啊，还要先入观，要观察能说的我，无因假毕竟空寂啊。那听法者也是因缘生的，也是。体性也是毕竟空寂的，而呢，所有的事物呢，都是因缘生的，都是毕竟空寂。这法会呀、啊，由能说，由能听者，还有呢，诸多的因缘所撮合的，它的体性都是毕竟空寂的。哦，安住这样的理，开始为众生说。啊、哦，这个叫作法空作，乃名啊，乃名如法，才是真正的如法的。那接着呢，257页，这忏悔行法，旧版244、46说法不如法同佑，前面所讲的染污患是对所忏呢，非染污患是责心忏，在佛前责心忏悔。
那么这是四幻的忏法，那么理幻的忏法呢？同又是无声忏，四种无声忏当中呢一种都可以。接着修正慈悲268页268啊，我们旧版在255啊。46说法不如法界，出国以上是常如法，别地原处理常如法。出国以上呢，在事项上呢，恒常能够如法而说。那么别出地原出处，在理上呢，恒常能够如法而说。好，接着呢，性恶法门当中讲到呢，说呢，一正差成即说即听，更何高下呢？就没有说法者在高座，听法者在下座，因为所有的法都说法，所有法都听法，依报正报差成，每一个微尘呢，都说法也都听法。这个呢就在讲法界的道理。苏东坡呢有个偈颂说呢，说三世无悔清净身呢，牺牲尽是广长舌。这样来讲的话，无情也说话，所以啊，就更何高下呢？有何高下？在法界当中呢，即说即听。好，这一条戒啊就说过。接着呢，我们再说明呢底下一条戒，第47，挥法自现戒。前面202页啊，换到202页，挥法自现，也就是说呢，受了这个佛戒、菩萨戒法，不能够尊重呢佛的制度，挥法来自现，迫害三宝，那么这个呢，就乖违啊，本来啊所受的戒法。这挥法自现呢，是所犯的过失，戒是能对之之行，能所合成叫挥法自现戒。接着呢，我们看呢补充讲义第54页，54页呢附表第57，附表57，初自义者，菩萨理应不惜生命护持三宝。而还是微损坏正法，故惜自也。这一处自戒的意义啊，是怎么样呢？说呢，菩萨佛子在义理上应该要不惜自己的生命呢，能够护持三宝，使令三宝能够兴隆于世间。而现在呢，反而自己仗势啊，这个权势啊，这种威严，这个讲国王啊，大臣百官的，而呢设立啊种种的挥法自现呢，损坏正法，这个罪啊就非常的大呀，所以必须要自戒来制止。接着呢，第二讲到次第的情形，前说法非宜，今是为密法，为实际众，故次制止。说前面一条戒啊，说法非宜，不合乎应有的仪式规则。现在呢，这个娑罗菩萨戒啊，却是自己仗势啊，有权势、有地位，来昧损昧这个正法。所造作的过失呢，既然呢非常的深重啊，所以啊，其次要自戒来制止。好，接着我们看着这个戒文，那么请呢诸位一起念一下哈。若佛子皆以信心受我戒者，若国王太子百官事部弟子知识高贵，恭念佛法戒律，应作之。是我师父弟子不听出家行道。
三宝之罪，那么故作过往者犯心过罪。好，那么戒文呢分成两个段落，最初柔佛子就是标人，第二叙事。好，那么这个标人就是标出能换的人，这第一句柔佛子。接着呢，皆以信心受和戒者，这是呢第二段叙事当中呢分成三个段落，最初标受戒人，第二明自现事，第三几非结果。现在这一处标受戒人，标出他是已经受了菩萨戒的人，所以说皆以信心受佛戒者，都已经呢升起大圣的信心呢，就相信呢自己本具啊这佛性，以这佛性呢发菩提心呢来受菩萨大戒啊，成为佛弟子。所以说皆以信心呢而受了佛戒，这菩萨戒啊是佛性戒。若国王太子百官四部弟子乃至于破三宝之罪，这是第二段呢、明自现事，说明呢他所自现的这四部弟子的事情。若国王太子百官，国王或者太子或者是百官，这四部弟子这只能够自现的人，四部就是在家出家这四部的弟子，他们呢自己仗势着有钱有势，是高贵就是高官贵人，而来呢破坏损昧佛的正法，也就是呢戒律。明咒自法自我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亦复不听照例形象佛塔经历，那么他们呢来破坏损昧这个戒律啊，佛的戒律，也就是呢昏迷故意来造作呢自现的法度。那么自现什么呢？也就自现呢我四部弟子，那么使令他们呢制定他们不听许他们出家去修行圣道，这是呢断灭生种啊，断灭生种。亦复不听照例形象，那也不听许啊照例佛的形象，也不准照佛塔来供佛，这个呢就断这个佛宝，断灭这个佛宝。那么亦复不听这四个字也是灌下来的，灌下来也不听许造作这个经律，那就是断这个法宝。那也就是说所做的就是断灭三宝的事情。欧益大师的合注里面解释说呢，四部者这四部的意思，居士居士户同男同女也。这里的四部跟前面的四部弟子不一样，前面的四部弟子是指在家出家，这个地方的四部弟子是指还没出家的居士居士户啊，同男同女。做什么呢？不听出家行道啊，不听许他们出家来修行圣道，这个就是断灭啊生宝。而不听习啊照例啊佛的形象还有佛的塔庙呢，这个是断灭佛宝。不听习啊照作经历，那么是断灭法宝。所做的就是破灭三宝的事啊。力统观自重是安及寄生。菩萨比丘地利白衣高坐，光心辉煌，如兵如士主。力统观，力统理生众的观。
古代呀、啊、有自立这个升官，隋朝的时候又叫升统，啊，升统也就是统理管理这个出家众的一个官位。自县这大众，这个出家众啊，使安吉寄身，时令呢安吉，吉啊就是呢这个造册，记录啊这个出家人，在莲池大师的花言就说呢，安吉寄身者什么意思？安舍不书寄身名字是多寡有数啊，不得争议。就安舍不书就造册，造名册，那么记录呢出家人的名字啊，做什么呢？使令多少有一定的数目呢，不可以随意再增益，不可以随便再增加的，好，就要控制。护生游世外啊，移晃令自如，而乃定之版图泥足编码可护。福就是呢花语词，说呢出家人是由于啊世俗之外啊，移因要晃令啊，能够啊自如自由自在的，想到哪个地方去修行就到哪个地方去修行呢？而现在呢，乃定之于版图泥足编码，版图就是呢户籍的地图啊，就是它一个固定的触手。那么打算呢啊，泥足编码就打算呢编入在户籍，变成一种平民呢啊。也就是说如同平民一样呢，把它编入户籍里面，可乎？可以吗？习乎末世少见为王官者入生世，故造生籍，多见呢为生女者自民产呢自入民籍而悲哉。这是呢莲池大师的感叹啊，习乎可惜啊，感叹呢、啊，这末法的时候呢，很少见到作为国王百官的人呢，来到啊寺庙当中呢，故意哦造设呢这一些记录出家人的这个布籍，而呢大都呢看到了作为僧尼的购置名产呢，而自己就入于平民的户籍里面罢了，啊悲哉啊悲哀啊。接着呢，前面的正文，菩萨比丘地利白衣高坐，光鲜辉煌，菩萨比丘在地上站着，而白衣呢却在高坐。那么广泛流行这种辉煌的情形呢，就好像呢兵如士卒，好像兵在服侍长官，好像奴仆在侍奉主人，这就不对啊。而菩萨呢正应受一切人供养，而恍为官着使挥华挥利，而菩萨呢正应该要接受一切人的供养才对啊，而现在呢反而作为百官的着使替他办事的用人哦，挥华挥利，这样呢是破坏佛法，不符合佛所制定的戒律啊。但是莲池大师呢，这个地方也说了，文里面接着就说，说至于地利着使，以生之过非王官过也，巧手而高参鸟科泥土迥绝，三朝而不回信卒弃不无种，地利着使非神至极而何哉。说呢，至于前面的菩萨比丘地利，或者呢作为百官的这些着使，这也是僧人的过失，不是呢国王百官的过失啊。怎么讲呢啊？
假使出家人有自觉啊，必得俗人的这个崇信、崇敬呢、啊，相信。就好像呢，巧手而高禅鸟客，泥土迥觉，这是指啊，唐朝白居易，他在杭州啊做太守的时候，入山恭敬啊。去参拜鸟科禅师的公案，这白居易啊就问禅师说：“什么是佛法大义？”禅师呢就告诉他说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有的恶法不要造作啊，所有的善法要好好去奉行，这个就是佛法大义。这个白居易就说了，这一句话三岁的小孩也能够懂啊，怎么可以说是佛法大义呢？禅师就说啊，三岁孩童虽道德啊，八十老翁行不得。这三岁的小孩虽然会讲呢，但是八十的老翁呢，他也做不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所有的恶法，断除的干干净净啊，所有的善法修的圆圆满满，就是如是如佛啊，净满。所以啊，八十老翁行不得哦，也做不到的。白居易一听啊，哎，有道理啊，所以啊，向禅师作礼，然后就回去了啊。另外呢，三朝而不悔，信者弃不无种。这呢是指唐太宗。唐太宗呢，下诏书啊，请禅宗的世祖这个道信禅师的公案，在贞观呢17年的时候，太宗呢向往这个道信禅师的道宏，想要拜见呢这个道信禅师，所以啊。就下诏书哦，引请禅师啊上京啊。这个时候呢，道信禅师啊就上表啊、哦、信谢，老臣呢啊老身呢愿意啊居在啊深山当中修行啊、哦，而不想啊上京去啊。前后呢有三次推辞的，最后一次啊他是用病啊。说生病了，哦，辞谢了。这个时候太宗呢，就在赐名这个使者说了：“这一次去啊，假使不来，你就把他的首级取回来。哦”哈。这时候呢，使者又去了。去的时候呢，这个道信禅师呢，看到他就说了：“来了，你是不是要取我的头回去呀、啊？来呀、啊！”这个头就伸出去，哎，你就带我的头回去吧。这个使者不敢了、啊，不敢，就回去复命了。这个时候，太宗呢更加的钦佩仰慕，哦，就因此啊，随顺这个道心禅师的志向呢，在深山当中修行。好，就是这一个公案。三朝而不悔，信者弃不无从。那么地利着实，非身自己而合，就是说呢，像以上呢，这种祖师呢，他一种高风亮节，那么会啊着实，会地利，为百官的着实，这不是僧人自己取的，又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呢，喜欢呢攀官富贵的缘故啊，就感得啊这种情形呢、啊，你有所求就要受制于人呐、啊。接着呢，经文的最后面，若国王百官好心受佛戒者，莫作是破三宝之罪。所以呢，假使国王百官呢好心。所谓的好心呢，发了菩提心呢，要护持正法的心，这是好心呢、啊、来受佛戒的。
千万呢不要做以上呢破灭三宝的罪啊，不要呢自现照例啊形象或者照镜经典，也自现呢在家的男女啊他们出家，不要这样做。若故作破法者，犯轻过罪。这是呢属于第三段的集会结果。集会结果。若故意恶行，做呢破坏佛法的事情啊，这个菩萨佛子要犯轻过罪的。那么莲池大师的发言解释说，贞观九年遭天下诸仇，有事之处，各度僧尼，悟其德行精明者，其有逆于流俗，或假托鬼神，妄传妖怪，或谬称衣物，左道求利，或左转呼提，害俗精仪，或造诣观潮，主治张佑、张惠。还持等类啊，大亏圣教，正勤斋护持，必有宽待。一令所施呢，依护内力，参与经课，名为自调。此则虽有所至啊，不犯经戒。唐太宗贞观九年的时候，下诏书啊，昭告这天下诸族有试验的地方啊，个别要度僧尼。来出家，那么这当中呢，务必要取德行精明的人，其有呢沉溺在流俗贪求无益的，或者呢不如法修行啊，假托啊鬼神妄传妖怪的，怪力乱神的，或者呢谬称希望的自己称啊哦。医巫就是能够治人家的病的，为人家治病的这种情形，旁门左道啊，当中啊要求利，或者呢走转护体，用火呢来烧烤自己的身体啊，害俗惊疑的，或者呢造诣官草啊，经常呢往来于啊官府的。攀岩的啊，主治张惠，那么主托事情啊，就是八节啊，八节，那么来做贿赂的，那你帮我办什么事情啊？多少给你啊？这个贿赂的。凡是呢，像这一些的情形呢，大大的亏负圣教啊，正，就是太宗自称呢，说我呢，的心意啊，在护持正法，必定啊，没有宽待，没有宽恕的。那么一应呢，使令呢，所施所管辖的这一些县府啊，依附于内力佛法。在呢参酌于经科这个王法啊，明白呀、啊、作为这个调制，那么此则虽有所至，不犯经戒。所以像这一种情形，虽然呢有所自现，但是呢不违犯了现在这一条戒。所以者为什么呢？说生离报恨灭法之由，失世道者，从而意志佛法乃得久存而无弊，是正以安身，非以病生也。生离粗暴啊，恨就是呢不合正理，这个是呢灭法的缘由啊。失世道者，就是意志失时之道的，从而意志就意错他，不可以随意的这样造作。这样呢，佛法乃得以啊久存世间而没有弊端。那么是呢，这种情形正以啊，那么兴隆安定呢，这个生宝不以
非以病生也，那就不是找出家人的毛病啊、哦，麻烦的。况朝以内力，今可参用了，则非纯任王法也。如文皇者，真可谓啊，得大事之善前，而非还量啊，还量可测矣。况呢，下诏书呢，以这个内力佛智，还有今可这个王法交参应用，则不是呢纯粹啊随任呢用王法来治法的啊、哦，不是。就如同呢文皇就唐太宗呢所做的情形，真可谓啊可以说是呢得到大菩萨的啊善前方便，而不是呢我们凡夫比量啊可以啊测度的情形。那么案例当中呢，说呢南山立主云，刀仙立主在抄记啊卷37第36页当中啊说到。又还至藤涧，如及庄宅，众生房堂属诸属受用，毁坏损入，情无所愧。啊，屈道成所如如世主世名世法美言。啊，又还至藤涧，啊，这在家人呢、啊，在事业里面呢、啊，来来往往践踏，如自己的庄严色彩一样的啊，那么众生的疗房呢、僧堂，这一些呢，俗人来受用啊，而当中呢，损坏啊，这个损害毁坏、损害啊、侮辱，心里面一点也没有惭愧的、啊，委屈道人的身份呢，而去承事俗人，如同呢奴仆而侍奉主人一样。这一种情形、啊、就称作呢，世法灭也，这造世之法灭亡了，没有了、哦。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了造世法，就是为俗人呢开往生净土的缘哦，啊、哦，的因缘。原著云，原来的注文当中说呢，其圣者打骂僧众啊，种种非法。打骂众生种种非法，其要言之，重生强力易夺啊，待戒其浅，乃至停食生厌，举哀室内，自种早愈等病非法也。其严重的情形哦，哎，打或者骂这个出家众种种非法的事，其其大要来讲啊，从出家人呢、啊、强力来易夺。不然呢，就是啊，那你戒我好了，啊，这个代戒，祈请就是祈守，所求，乃至呢停食在生宴，哦，己哀在室内，就是呢寺院变成要帮丧事的地方啊，哦，这个怪现象啊，哈，自种这个自种。以我们现在来讲，骨灰坛，寺院里面放骨灰坛呢，就是这种情形，这是不如法的。哦，那么按戒律当中呢，这是侵占这个常住的地啊，还有早愈尸体啊等等的，都是非法的情形。林智律师呢解释说，此科大致啊病影是告，故助以治啊助以治助之，其请为求守，请观师事诸事，逼师上人呢金和竹块、说呢这一科大致的部分、哦、前面那个大致的部分，南山立主这一些大致的部分，都是属于啊隋朝灵异法师的释告，他的文，所以啊这个注语加注文来帮助说明，底下原注引啊、哦、那个是先祖的注文来帮助解释那个释告的，那祈请也就是求守，
那么知足啊，告诉我们呢，请我们观察以上这些事情啊，是彼时尚然哦。哦，唐朝那个时候尚且如此啊，今时何足以啊奇怪呢？哦，这个恶风恶习啊，更有这个殿堂饮宴，牲畜宰杀，祭着杂物，煮祭粮，好、哦、除。或设作雅亭，或编为常务，婚姻生产，杂秽难言。更有在殿堂当中呢，饮宴就是办桌啦，哦，哎，生的厨房当中呢，去宰杀这些众生的，或者呢，试验当中，祭着杂物，就是在家人把东西拿来试验呢，就放着啊，祭在那个地方。还有储积啊，这些粮储哦，粮食的，或者呢设作雅亭哦，办案的那个地方，或者编为场务给人家呢办活动的，做婚姻的场所，做人家生产呢做叶子的地方，杂秽难言哦，难以言说，也太多非法的事情啊，私有道众之挥财，嫉妒俗虏之无事。每恨法门之护灭，孰为胡耻？更皆易报之艰辛，谁当救了？必怀身世，岂不在死？是之祸福无门，为人所造，有力能济，传人免之。说呢，这是由于啊，出家众之非才啊，不知道啊，佛的这个自教。难道呢只是呢世俗的学者这一种呢没有见识没有知识呢？每每啊恨就是感叹啊法门的护灭啊，有谁能够花心来扶持？更呢皆叹啊地狱的果报的艰辛呢，谁能够去救拔疗治他？造恶啊将来是要堕落的。所以呢，必定怀着深远的见识呢、啊，难道不好好再思呢？好好再想一上头这一些情形呢，都是我们呢这个出家众没有好好的学习戒法，也没有好好的去教育在家居士啊，自利利他，这是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之，因此呢，我们可以了知呢，是祸。是福没有门，不一定的。为人自造，人就是心呢、啊，就是你心念的差别所感召的。有力能济，有力量能够救济帮助啊，就要好好的相传呐、啊，来劝勉，要能够如何奉行佛的自教。接着，我们再看这底下的皆罪众轻。持戒被誓言成罪，一是三宝事，所自现的是三宝的事；第二，三宝事想，他明明知道是自现三宝的事啊；第三，有自现心，有自现的心；第四，自现得成呢、啊，成就了。随事随着每一桩事，每一桩事都要结轻过罪。接着。善事开者，如弥勒昔为国王，假设非法自现，以心正法。如过去弥勒菩萨呢，作为国王的时候呢，为好吃懒做的呢，假设非法自现而来兴隆这个正法，这是不换的。再来一手果报，自现则得断灭三宝大罪呢，不自能招弘护三宝功德。要非法自现，那就得断灭三宝的大罪啊！虽然呢，哎，这个自教当中是轻过罪，但是业道啊，那就非常非常的重，将来堕落啊，时间非常的长远的。不自现的话呢，就能够招感弘扬护持三宝的功德，那就生生世世啊，受用不尽的。接着我们再看这信则二页234页旧版22347非法自现戒，这一条戒啊，记住信则二页，为什么呢？因为藏三皇三法部
非法自现就障碍啊，善法的缘故，他有性罪的。再来七众弟子再加二众全换，完全要换。而出家五众呢，无自在全是，色能随力非法自现亦换。出家五众呢，没有自在啊自现的这一种权势，不像在家人能够仗着他的权势地位啊这么做，出家人没有。但假设呢，能够随力啊，非法自现，也就是谗言啊，叫官人啊来自现这个出家三宝的情形，非法自现也要换的。再来大小乘呢是共同呢制定的，不可以这样的。那么观心理解，我们看观心理解246页旧版234，第47非法自现界，不为一切法中呢显出三宝体性啊，名非法自现，不在一切法当中显出三宝的体性啊。那么就说能观的是一心三观，这是活宝，就所观的一切法所有的境界一境啊三谛，这是呢法宝，谛观本来不二，这是生宝。谛观，谛就是境界啊，所观察的境界，那么安维师来讲，境就是心所变，所以境就是心，所以能观所观本来就是不二。要按言教来说的话，言教来讲的话，那么若境若心同为一性，都是真如，所以也是不二。好，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一条戒，对不起，还有底下后面的忏悔心法257页旧版244，47非法自现界，四幻的忏悔，反过来就是要殷勤的建立三宝，这就忏悔了。那么离幻的忏法要善修一心三观呢，善修一心三观，所以啊，我们在观心理解里面呢，就是按照啊能观的跟所观的心境来说，就要善修一心三观，就离幻忏法的情形。好，接着我们再看着后面的修真慈悲268，旧版255。第47非法自现界，出国以上无事自现，没有人我见，那么没有事相上的自现。而出国圣人呢，他对佛法身界得到事不坏性，他不可能去自现三宝的，所以没有事的这种自现。他成就呢对佛法身呢戒不可破坏的信心。再来别地圆主无理自现，别教的出地圆教的出诸位，没有理的自现，因为见到啊中道啊之理诸法实相的。再来呢性恶法门，心恶法门当中不定于九界之外，别别施舍佛界。因为啊，按天台的教义来讲啊，十界当中呢，每一界个别都记住有十法界，所以也不是以九界之外别别施舍佛界，每一界当中都有佛界，那么以四照跟理记来说，这九界是四啊，佛法界是理啊，世外没有理，所以啊，也不是呢，在九界之外，在施舍佛界。好，接着我们再看着前面的戒文，第48条戒，破法戒。那前面一条戒啊，自现四众的弟子，
智则四众的弟子挥法来自现破坏三宝。这一条戒啊，智这个出家的内众应该要护持正法才对的。前面一条戒，但是呢直接就是呢在家，这一条戒就是出家。那么前面一条戒要是出家众呢有影响力，去影响国王大臣来自现三宝也要放过，但是直接主要的是在家居士的国王百官。那这一条是出家众的，出家众出家人呢有犯过失，自然呢都就有佛的这个戒律来呵责自法，而反而呢使令国王百官来凌辱出家众啊，破坏这个正法，这个深深的侮辱了这个法门，就不是呢菩萨护法的心、慈悲的心呢、这个破法是所犯的过失戒，是能护之行，能守合成叫破法戒。好，其次我们看呢这一条戒，自戒的意义讲义啊，第54页，附表第58。初自义者，菩萨理应护持正法，光扬显花，令法久住，报佛深恩，何容为利自毁内众，损及正法，为师及巨大，故惜之也。这一处讲到自戒的意义情形，菩萨在义理上应该要护持佛的正法，要光大发扬显花在世间，那么使令正法能够久住啊，以报佛的深恩大德啊，应该要这样的。怎么容许呢？为了名利自己啊，来破毁内众，损害自己所持的、所修持的这个正法呢？为师巨大，所做的、所造作的过失，既然是非常的重大，所以必须自戒来遮止。其次，第二，次第者，前世自为，今世他世，各戒损法故同治也。前一条戒是仗是自己的权威，这一条戒是仗是他人的权势。那么请了这个国王百官呢挥法来呀自法这些出家众的个别呀都是损害正法，所以相同呢都要自戒来遮止。接着我们再看着戒文的本身，那么请大家呢一起念一下：若何执以好心出家，若为名闻利养，于国王百官前说佛戒者，梦于比丘、比丘尼、菩萨戒弟子，作悉无事，如欲求法，如宾奴至达，如狮子身动中，自持狮子乐，非于外宠，如是佛子，自堕佛法，非外道天魔门破。若说佛戒者，应如我戒。至于后面呢，如是九戒应当学静心奉持。这个戒文当中呢分成了三段，这一处标人，第二叙事，第三总结，第五段。现在呢这一处标人就是若何止这一句这一句。好，那么时间到就讲到
这个地方就好，其他的呢我们等着下一堂课再加以说明，向下文长，互以来日回向。